马铃薯形状、大小和颜色多样，全球有5000个品种。千百年来，农民悉心保护马铃薯的生物多样性。马铃薯维系着我们的传统，促进繁荣发展，增进民众营养。马铃薯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，可以整颗烤、焗或制成马铃薯泥，油炸、水煮或切块烤。马铃薯营养健康且用途广泛，深受人们喜爱。很久以前，小小马铃薯从安第斯山脉启程，走遍世界各地，被许多文化所接受。马铃薯克服重重挑战，表现出强大韧性。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，支持生计，应对气候变化。顽强的马铃薯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主食。加入我们，共同宣传马铃薯为建设更美好未来做出的贡献。